不要搞混淆了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就跟零和一一样，零是在谈恋爱，一你是结婚。上岸先斩意中人。我们刚买那年嘛，过年就吃的。这个肉夹馍更好吃。来嘛，你来了，你兄弟请你吃肉夹馍，再来一个也砂锅。而且你得送个行李箱。那里边应该好几次吧？我们那个话第二次。然后过个马路那个三次，三次。莫然哥，你们身高1.6米、1.7米、1.8米，你们可以玩，我没有玩的机会。记住，我身高只有1.4米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没有玩的机会。每家家户户都是有一本难念经，你们可以，你们有玩的机会，我没有玩的机会，不是我找借口。你没有经历过我的事情，你在这里你劝我，要像你们一样。你们没有经历过我的事情，现在去劝我要大度。劝我要去玩儿。哎，哥，你吃啥嘛？没事。我1.4米，人家潘长江1.几米，爱丹艺装饰。你自己去查一下，潘长江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.42米，你看一下。姑爷，愿意看就看。我这个人不强求，强者从不抱怨，我没有抱怨啥，我只是说我不适合你们的那种方式。你们是强者，我认，我是拉拉，我也认。是，我不是很困难。我跟别人也不一样，你也别在直播间说我的婚姻事情。我说的很直白，对，强者从不抱怨环境。那你也别，你别在我这说我婚姻的事情，我个人问题是我个人的事情，跟你也没有关系。我结婚的时候你也不会给我随一份子钱，所以说咱们把这事儿就撇开，咱们别说了。你可别了，你说那随份子钱我都不知道到猴年马月才能看得见了。感谢关注啊！吃的啥？吃的砂锅煮馍。兄弟哪一年的？兄弟90的，在哪？福源巷子215医院对面。咱在215医院对面呢。没事，你给他刷吧，我这边不行啊，我这个为人做事也不行，为人不行，做事也不行。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攻击我呢？没事啊，我过我的日子。
他们过他们的日子。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没事，我的话嘛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，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。你觉得他们生活好，你可以去他们的，可以去关注他们。我这里不强求，就像我平常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，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咱可以上滑下滑左滑右滑。对，早上吃砂锅。感谢关注啊。在医院里哪有一个吃饭的准时间。对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在医院的没有一个正经吃饭的时间，所以说早上就先提前吃了。在医院干嘛呢？肯定是有病才在医院的，有需要才在医院。七个。对，在福源巷子呢。福源巷子，西门这块儿。医院病房啊？价格现在怎么样？没问，只管让人家扣钱就完了，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吃的啥？吃的砂锅吗？煮馍。咋住院啊？对，看病呢。在215医院，昨天前天晚上的事儿，前天晚上过来到现在。今天再看一下，今天要是没有事就回了。感谢关注啊，感谢关注。
对，三天没上班了，哎，两天没上班了，前天下午下班了，然后昨天今天两天没上班了，包括客户想看房也没有，也没有去跟着。昨天还有客户想看房呢，也没有去。今天一样，还有也没有去。吃的啥？砂锅煮馍。